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下 N 与阿 Leon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半日安嘅演艺人生。咁上一回就同大家分享半日安拍摄嗰个电影，就分享到1956年。咁今日就将会由1957年开始啦。1957年包公奇案，插错美人头，状元红，刁公主刁蛮就驸马娇，对错亲家，无头东宫杀太子，生太子，下集大结局。另外就是无头东宫救太子的第三集，另外就还有烈女春香，另外就是无头东宫生太子的上集，跟着是花神、狐仙奇缘、包公合诸暨、红鸾起、天机送子同埋洛神。咁跟住係1958年，58年就有胡不归、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、七言眷、喜满人间福满堂、一年一度燕归来、蛇尾人劈山寻太子的上集、民基归汉、重建月圆、夫荣妻未归、蛇尾人劈山寻太子的下集、秦香莲、一把传中剑、战地家声海棠红、喜临门、女涉青鬼黑米养孤儿的上集、三婶状元妻、苏小妹三男真郎新郎、云花瑶台夜合花、王飞虎反五关的续集、桃花仙子、黑衣状元、柳毅传书、一入侯门深似海、朱痕记、七彩碧海狂争、红娘。咁然之后就1959年啦，59年就有平步青云上集、汉武帝梦回卫夫人、鸳鸯福禄、杯仔王挂帅平西、三司会审杀孤案、黄宝钏、金殿审人头的上集、琴姑的上集、女鬼嫁状元的上集和下集、但家公主争驸马的是1959年、山东扎脚穆桂英的上集、除却巫山不是云、燕双飞、穿金宝扇、金殿斩审人头的大结局、三者下凡、桂枝告状、杨八妹取金刀、扫把精、杜鹃啼血点点红、琴姑的下集大结局、可怜女、双孝子劈官救母、琵琶巷口故人来、六月雪、
沙三少情杀塔玛人，平步青云的大结局，冤枉相思，红绫考破无头案，有仔万事足，两傻捉鬼记，山东扎脚穆桂英的下集，四郎探母思考记。咁跟住啦，就去到1960年啦。1960年就首先有《双孝女万里寻亲》，金标黄天霸嘅上集，《天元巧合》，云娘，《百问军中藏阿斗》，孝道。李仙传，飞头公主滴血救亲夫，骨肉情深姊妹花，七儿八女九壮词，三十年胭脂泪，三把莲香剑，天伦镜，孝感动天，金标黄天霸的下集，富贵荣华，锦罗记，月下奇逢，美人计，孝子闹天宫，逆教子逆君王，龙凤合欢花，三思四命五重冤，忠孝相传就并蒂花，飞头公主雷电斗飞龙，星星女飞马斩魔龙的下集，夜祭碧桃花，阿福过年，飞梦奇缘，四季莲花，花王之旅，女黑侠，飞鹅岭救夫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半日庵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停一停，唞一唞。咁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。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啦。好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半日庵嘅演艺人生。下一集见，拜拜。